那怎么办？确实，哎呀，还是你聪明，亲家。哎呦，因为他那个便宜又。很帅，宝宝。哎，吸我的脑浆，摄魂。所以我在这个学校真的找不到一个有共同话题的人。你看到这个时候，人真的很好看。我说实话，你觉得呢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看一下。哦，你叫无花果。走吧，我们去听摄影。走。那距离站住了。我不相信。该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这儿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闻着你的味道过来的。我不相信。我是不是没有耍赖？耍赖我不跟你玩了，摸起来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对不起。傻逼！我以为是屁股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拥抱。一、二。你也不听话，快打一屁股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你跟他一样，你也得被打屁股。曾经那条科技般中国的中比黑就人中苦尽量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反正不会影响。我们俩有的时候很喜欢干嘛，抱在一起抱怨。对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我们俩是太懒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是没老是懒得动。哎，好累，老公。来这里说，我觉得吧，我们就是懒，指责自己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说又要打爸爸了。不要乱传，不要乱说话。那个下巴，他下巴没刮胡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好痛啊！我太累了，我气儿不够。那我给你吹一点进去。干什么？补点气来。好点没？你好像那个白素贞。气得我自己口腔溃疡，好痛！怎么又起口腔溃疡了呀？有点点，刚刚没起的。哦，真是哦，我搞个药，辛苦了。哦，是会员权益的70%啊。好的。哇 ，Thank you， 我们走了。吃多了。老姐，我跟你们说，来长沙，我跟你们说，来长沙一定要去吃那个什么，一定去吃好吃的长的薯片。哎呀，口水带出来。好了，再见吧，大家。拜拜。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哦，好了，我一会儿就是各回各家，你把那个打车费给我下。哦，还没下播，我们是开玩笑的，情侣之间的小情趣，嗯、你懂的。嗯，下播了吗？下播了哈，下播一会儿。